麻辣小龙虾。每一个都是鲜活制作，个个带黄的。看肉，嗯，个个带黄，看见没？看看虾头里面，个个带黄哈，全部都是今年的活虾做的。嗯，怕麻烦的，不想自己做的，或者是手残党根本就不会做的啊，可以考虑咱们家这个即食的麻辣小龙虾，收到货之后加热一下就可以。贼香。